啊！大家好啊，欢迎收听《网向快报》啊！今录节目即系2019年12月11号呢条友啊，纽西兰记得头又做咗社长啊，社长喺咪度啊？社长行开咗，咁唔紧要。仲有喺澳洲真 BC。你好啊，大家好啊，我发烧仲未好啊，唔好意思。喺马来西亚马来近，大家好。台湾许刘山，喂，大家好啊。仲有喺加拿大贾灿生。哎，大家好！大家好，节目开始之前，啱听就俾个 like， 可以啊 share 埋啲朋友啊，最紧要就系订阅我哋频道，同埋揿一揿啊隔篱个钟仔嘅新节目通知你，继续壮大中立模式嘅力量同宣扬理性嘅声音。喂，呢一节我哋讲下呢个警监会究竟发生咩事啦，好唔好啊？即系试完啊，即系有呢个所谓嘅国有五名嘅国际专家突然啊劈炮唔捞，搞乜鬼啊？佢哋查查下嘢。早几日有梁定邦先出嚟讲过话，而家即系佢哋嗰单嘅工作咧都进展得唔错啊嘛。咁点解突然间会五位国际专家早突然退出咧？究竟发生咩事啊？会有啲咩出现啲咩阻滞咁咧？系咪惊嗰啲私了嗰啲啊？怕被私了啊？系咧。有啲私了喺屋企个个窗边嗰度飞过，系嘛？拍窗咁丢你喎啊！据说佢哋话佢哋查找嘅权力不足啊嘛，喺度话啊嗱，我哋根本查唔到嘢，以而家嘅权力根本冇公信力同埋代表性啊！啊，你即系潜台词，即系话你只想摆我上台啫，讲啲啊，我讲一啲你哋想我讲嘅说话啫，所以我哋而家唔捞啦啊！即系。基本上啊，擺到明嘈你啦，即係原本阿林鄭佢啊諗住用外國人可能會救到佢嘅，點知即係啊班點外國人自己走先，係啦就係、是、搞鬼佢。咁而家阿梁定邦咧，啱啱一分鐘前嚇、收到嘅信息，等我睇下先。警監梁定邦應警監會權力不足。盼盡力完成調查，咁又督佢喎啊！佢嘅老闆係啊，咁啊五個人係暫時退出。首先佢講，即係佢認，因為警監嚇嗰五個西人嚟㗎，個海外嘅專家退出專家小組，主席梁定邦稱五人係暫時退出，唔係辭職。坊間話辭職係假嘅。是暂时退出，承认警监会法定权力不足，亦都相信特首知悉情况，但是不打算扩大调查权力，强调会做得几多得几多，首阶段报告不受影响。咁啊，其实依啲嘢咧，令我谂起嗰五个嘢啊，谂住搞大佢，搞到有几大得几大，就搞到好。即係好似話以前彭定康查，即係嗰啲咪泛民班友仔成日話彭定康查北蓋噶嘛嚇，係嗰啲咁嘅手段。邊度啊？北蓋啊，北蓋啊。查到啲咩啊？北愛爾蘭，即係冇嘢噶。佢最後嚇佢冇話查到啲咩。哦，佢當時咧，佢當時就係查翻有都係查翻啲暴動嘅事件啊嘛。咁佢哋有呢方面工作經驗噶。而且香港又適逢暴動，所以揾翻佢哋係其實係合理嘅喎。啊，咁啊，請阿肥棒會唔會咩啊？即係到時佢阿姐阿祖阿哥話嗱，你始終都要揾翻我啊！我哋最高上嘅白人。咁佢係與肥棒啊冇關嘅，主要佢係而且佢嗰幾個國際專家係來自五個唔同嘅地方喎。即係英國，主要係英國嗰啲咁嘅咩皇家。乜啦，即係總之每一週都嚇，唔係都係嗰啲人同人權組織有關嗰啲咁嘅嘢，佢哋諗住督到你香港政即係香港政府抽筋咁啦，可能咁啊香即係佢哋認為其實呢啲嘢咧嚇係成日都會發生，譬如話查警察係好鬼係，譬如話加拿大曾經試過有鑊嘢話要查警察。到最后查了很多年才查得完，结果呢我是什么都没有，不是，是找到很多，用了10年时间。但是这样的话，整件事摊动了来说，其实我觉得社会热度已经过去了，还有
呢幾條友走咗啦，咁其實要澄清一次喎，要澄清一次先。請講。呢個報道咧係冇確認嘅喎，因為而家未確認係嘛？未確認㗎，香港政府佢嗰啲人話仲同嗰幾個專家有偈傾喎，佢嗰幾個專家未辭職嘅。他未辭職，啱啱講嘅。阿梁定邦話根本係未辭職，係首階段工作完成嗰四嗰五條友離開啫。係啦，冇錯啦。梁定邦喺十五分鐘前講嘅。係啦，即係其實由頭到尾都係話依五條友係暫時離開，即係完成咗首階段呢一個 phase 性任務，階段性任務。OK。而嗰五條友就話：喂，俾我哋啲料，好似我哋嘅權力不足啊！權力不足可以有好多解釋嘅，唔單止要查警察噶嘛，因為牽涉嘅嘢實在太多太大。或者嗰啲泛民嗰啲嘢左頭左勢咧，有時候都可能係嘅。好啊，嗱，譬如話牽涉到我一個警察要對住你個泛民議員所做的事，那我想查埋个泛民议员，但是个权力你是不可能去查泛民议员啦，系嘛？你是嗌不到他嚟啊嘛，佢你冇权咁嗌佢就嚟啊嘛，你只能邀请他佢唔嚟啊，咁你冇佢何冇佢负啊？所以他哋咪话权力不足咯，因为我只可以查警察而查不到其他人啊嘛，成件事系，所以他哋话权力不足咯，但系。会不会去嗌毛孟静的时候咧，俾阿毛孟静省掉一面皮啊？其实啱啱想讲，会噶系咪啊？或者呢个抗神，抗神就未必得。抗神啲英文冇啊，毛孟静嗰啲咁好啊嘛。阿峰峰咧，志峰姐，峰峰啊，志峰啊，应该少讲啲啊。城大嗰啲律师啊，争律师仔啊，唔得啦。嗰啲佢。毛孟靜可能省咗面皮啊！嗰啲即時哇，我食慣咩腸嘅，你同我講呢啲咁係嘛？唔係，佢應該講話食腸多過你食胃，食腸多過你食薯仔啊！你係西人又點啊？我嘅坑別都係啊，所以你冇黑我咁樣咯。我個仔係科學家嚟噶，你叫我上嚟接受查過。你都撒谎噶，科学怪人就有一条刀疤喺面嗰个啊。嗯，咁啊，呢个就唔清楚嘅仔系点样啦。我谂系，可能受到好多好侮辱，可能问到泛民嘅时候系嘛，即系好多阻滞啦，根本好难去彻底去查得到啊。因为你又唔妥我又唔妥你。而且係佢實在啊，係冇一個嚇喺法律上有任何嘅權力可以隨傳隨到，有叫任何人都得啊嘛。佢只能夠邀請啲人嚟幫佢做嘢，幫佢協助啫嘛。係啊，係啊。你可能去訪問或想唔揾阿陳克勤咧？有咩又拆咩拆 my bread 嗰啲咁樣啊？跟住啲暗巴大佬，唉又唔使逐個唉查一查。陳克勤英文好咗好多啦，係咪啊？好咗啊！真系系啊，佢好咗好多。佢自己有拍片，佢有补习啊，讲咗话自己非常好啦，都好啊。真系有啊，佢好认真咁学咗啦。虽然冇叻人嚟嘅，佢呢个叻人嚟嘅又系，所以即系抵赚，抵赚近芙蓉啊！呢啲叫吓。佢个样都几咩个，其实都几温柔喎。即系有传闻话佢都系彩虹人，但系我唔知啦吓。应该唔系嘅，应该唔系。算啦，呢啲事事又唔理佢啦。系，但系我知道佢系好认真学习，因为佢自从其实佢好得意嘅，自从俾人笑咗佢，即系生果不断煲佢猜买 bets 呢件事之后咧，其实佢真系认真咁去学咗嘅。我都睇咗佢Facebook 同埋啲视频啊嗰啲都有讲话佢啊努力咁学习，其实系应该嘅吓。希望其他议员都好似佢咁。好上進嘅，其實陳克勤個人，即係你要俾翻個 credit 佢，即係我覺得佢個人係持續進修啊，嗰啲做好多嗰啲嘢，即係一邊做議員一邊仲要進修，咁好辛苦喎、啊。嚇、啊！我一邊湊仔我都進修喎、啊。你議員工作好，咁啊係，佢辛苦啲，真心講。啊，我哋呢啲都係。叫做叫咩啊？騎下牆咁啦。不講翻呢單事先啦，不如啊嗱，我啱啱睇咗更多嘅報道啦。原來佢係嗰呢位五位啊，五位即係啱啱退場
的人員，一位是英女王監察警察監察局的總督察，另一位是新西蘭警察行為獨立調查局主席，另再一位就是澳洲新南威爾斯州執法與行動委員會總監，同埋英國基爾大學自然科學研究院院長，同埋加拿大公民監察執法協會前主席啊。咁似方向編輯部嘅組成嘅，度都有啊，度都有啊，有澳洲、加拿大啊，冇英國、新西蘭啊。我哋即係。大體上同我哋嘅睇法相似，我相信佢哋會嗱咁佢話冇權力，可能其實嗰個權冇權力咧，嗰班友仔咧就解讀咗，就係話唔可以查警察查到啲警察瞓街。咁其實可能佢哋個講法就係唔係你我哋查唔到啲議員，純粹係咁啫。即係其實我覺得啦，技術上問題啫，就唔係話有咩衝突啊，話咩劈炮啊，唔係話冇用啊，即係而家佢哋嗰班泛民不斷傳嘛，佢配合翻嗰個西方媒體不斷亂咁傳啊嘛，呢個又係我哋辟謠工作之一啦。亦都不過有啲人喺度，即係有啲藍絲已經開始起舞啦，又同呢個黃絲夾埋嚟起舞啦。佢哋講咩咧？就係話都話咗林鄭會出賣警察噶啦，一定會林鄭一定會搞個獨立調查噶。喂，佢哋系咁讲啦，已经开始啲蓝丝嗰啲 KOL 独立检讨啫嘛，而家话检讨都唔得啊？检讨而家叫调查，检讨同调查两件事嚟嘅。本身林郑查找不足啫嘛，系啊，林郑其实林郑有啲程度上咧系博大雾嘅，我觉得佢即系，但系佢博大雾系啱嘅，因为你。其实讲真的，如果你做宣传做得好，其实边个知道你独立调查定独立检讨啊，都唔知道。系咯，有独立两个字得噶啦嘛。独立咁，但系独立检，因为你系讲，但系唔系而家有啲建制嗰啲人就话，就即刻同嗰啲黄丝一齐起舞啊嘛，就话喂呢、這个肯定系其实有啲警署都系咁，我而家即系其实有啲担心就系，其实佢咪俾嗰啲即系所谓嘅蓝丝 KOL 带偏咗咧，就。即一開始見到林鄭嗰啲動作咧，就覺得林鄭係出賣警察喎，出賣警隊喎。其實冇啲咁嘅事嘅，即其實有時係自己呃自己。係啊，林鄭係好保護警隊噶啦，好多嘢都即同大家講。當然咧，你話佢係咪做得好好，梗係唔係啦，即仲可以改進啦。咁但係佢係咪完全好似啲某人講話冇做嘢咧？唔係咯，同埋有啲人開始。有啲藍絲 KOL 好得人驚嘅，就係、是、開始變咗個黃絲咁。即係其實佢話：，啲警察應該咁做，咁做就啱噶啦。你而家咁樣做法唔掂嘅，咁講到好似自己同嗰個許志峰一樣喎，要見指揮官一樣喎。真係大鑊 ，OK 得人驚。即係瘋噶啦，都係瘋噶啦，佢哋瘋地啊！而家好得人驚。其實我覺得而家好得人驚就係、是，喂你即係其實唔係應該。起码就算你不支持政府，你都不要踩政府台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政府和警察就同一阵线，当然政府有些部门做事当然是拿西啦、啊就是、因为根本就想拖后腿，因为你看看张生你已经知道了，有些人拖后腿，但是你没办法，你不可以骂最顶那条友的嘛，你应该如果拖后腿那些人，你抽证那些拖后腿那些人来骂的嘛，应该是不是？正常来讲是这样的嘛、嗯、但不是、哦即係有幾個好明顯，有幾個就係話，呢、這個林鄭黃絲嚟嘅，黃到出汁咁樣。不，其實又即係我又俾翻少少 credit 佢啦嚇，即係我好奇怪會維護翻啲藍絲 KOL 啊。其實佢哋都係可以算得上都係喺啲謠言嘅受害者啊。咁我睇翻嗱呢一篇啦，嗱香港電台嘅報導啦，睇佢個 title， 佢唔知點解要 call 華爾街日報喎。香港嘢都要 call 華爾街日報，真係好搞笑。其實佢妄居嘅，因為其實佢係佢唔係可以喺政府嗰度問清楚先嘅咩？香港電台唔係咯，自己隔離部門啫嘛。佢要 call 華爾街日報咁搞笑嘅，咁佢呢度下一句就話香港警監會國際專家小組成員辭職，事實上並不是辭職啊，係階段性完成嘅工作咪行咪退出咯。咁人哋睇個標題啊嘛，唔會睇內文嘛。即其實下面唔使睇嘅，係啊。其实我想问一样嘢，如果佢咁，咁佢要个台嚟做乜？全部 call 人哋 call 人哋嗰啲新闻嘅，使咩自己 Facebook 都得啦 ，share 咁咪搞掂咯。
其實他哋又唔係純粹話個台冇用嘅，一個台而家個作用就係造謠啊嘛，造謠啊，佢個肺，即係呢個香港電台亂插咁嚟嘅，即係係要嚴厲批評佢噶啦，即係完全冇根據習近平新聞思想講義去做嘢嘅呢個咁嘅部門。系啊，又爆佢先得，真系要。不过一国两制，即系咁讲，佢而家个一国两制做咗挡箭牌，但系个道理系一样嘅，就系应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，冇做；团结人民，鼓舞士气，冇做。啊，就佢唔系，佢有啊 ，sorry， 佢有团结嗰啲黄丝嗰啲士气，团结黄丝，团结黄丝，跟住鼓舞佢哋嘅士气，真系大。跟住澄清谬误、明辨是非，佢哋冇做，我哋攞嚟做啦，吓唔紧要。系咯，咁连接中外沟通世界，佢有喎、啊，连接中外喎、啊，反华势力喎、啊，反华势系喎，即系搞死中国喎、啊，佢哋倒转嚟做喎、啊，即系呢个，一睇到啲港台就嬲啊，真系。咁当然唔系净系佢哋啦，有好多，即系而家有啲 KOL 专系大，即系专系大偏嗰个建设嘅力量，系非常可怕。而啲人系个最大嘅问题，唔会深究，即系其实。能聽得入我哋嘅節目嘅人咧，你已經即係可以即係點講咧？俾啲掌聲自己，因為你已經係聽，即係起碼都去深究啊，深究下邊。果然係個左膠，你果然係個左膠。我係再聽多同，再聽多半年到咧，可以攞望向編輯部嘅中期嘅畢業證書。好似芒果佬咁啊，网台嘅证书颁发噶，系叫系点样？自己可以开个台，跟住啊，不过千祈唔好好似一个癫佬咁样喺度开台，就大镬嘅。你开一个台，我哋可能都会撑你嘅。即系如果大家都系做翻温和啲嘅嘢啊，即系带翻正个社会，其实就冇所谓嘅。即系我哋讲，始终都系讲一句咧，就系、是、同行非敌国，船大就唔压海。我哋从来都系讲呢一样嘢嘅。我哋亦都出边行紧雷喎，我哋唔好意思，雷雨系嘛？街坊剧场啊嘛，雷雨街坊剧场系冇错，系咁唔紧要啦，即系而家嗰个情况系恶劣嘅，咁大家保持正向啦，都系咁讲啦。因为嗰啲谣言咧，好快就传到满天飞啊。其实，因为其实好多时咧，闹政府嘅人咧系冇深究过件事系乜嘢就闹嘅，就好得人惊。其实。因为佢其实闹咧系冇建设性嘅意见俾到出嚟，有好多人系即系同我或者佢觉得有啦，但系其实系好戆夸咯，有啲即系佢觉得自己好型啊，即系讲哇咁唔得，成个制度应该转翻过嚟，结果系唔 work 噶嘛。如果系 work 咗，就唔使咩啦，就唔使搞成咁嘅咁啦，系嘛？人哋谂到唔系你谂到啊？上边咁多嗰啲 professional 谂唔到咩？政府入边你话系咪啊？咁我哋即係提出嗰啲嘢咧，就政府真係冇得做嘅，而應該做嘅，我哋就提一提啦。好多時咁，咁有個實質嘅建議啦，即係咁有建設性啲咯。我覺得就不過唔緊要啦嚇，呢一節時間應該差唔多啦嘛。係啊，最緊學習啊，係咁，拜拜。冇錯，拜拜。